有嗅到香味吗？不可能啊，这里是全球最香的发廊啊！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Fragrance Hair Salon 的老板 Ray 接受我们的采访。 Ray 想请问一下 Fragrance 这个名字除了很香之外呢，你们还有什么特点？除了很香之外呢，我们都会有那个两层的那个房间可以独立是 for private room for customer 的。嗯，对。那么你的顾客呢来到发廊会有发质的问题的话，你们怎么帮他们解决？ 通常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顾客去到发廊的时候，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的头发不能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头发经常去弄坏，只是懂得烫，所以我们这里有办法去帮顾客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说来这边做照顾一下自己的头发，把那个流失蛋白质补回，容易再烫回头发。因为我真的很烦恼，因为曾经我的头发给人家烫伤过了，所以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案？ 一般我们先请那个护理师帮你看了发质前，当然因为发质受伤还是要看适合哪一个护理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等下会有一个护理师帮你看看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先 check 发质前。 所以我们的专业护理师会认为它可以使用的宣布就是 clear off 宣布 from Shiseido 的，所以它的用法就是倒在 Shiseido 丸子，搅拌均匀，擦在头发上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洗干净里面的油脂、灰尘和头发的 silicone。接下来第二步骤，我会用1号喷头发，主要原因呢是把头发里多余的垃圾清除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再用 Uptex 2 擦头发按摩 ，steam 15分钟，直接开始让胶原蛋白进入头发，让凹凸不平的头发变回原形。那冲洗之后呢，我们会再加上一层 mask 来保护您头发的外层。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有话跟观众说。 在 Fragrance 这里呢，做这个护理只需要$250，首次体验呢只需$178，口说无凭，自己来体验吧。这步骤呢，我们会帮您擦干头发，再使用 Shiseido 的 Wonder Shell， 这是可以帮您头发保湿和达到抗热的效果。其实呢，我头发以前呢就有发质的问题。 所以这次呢，我来到 Fragrance 做护理。After 做了护理过后呢，它的效果的确有好转。如果你们也有头发的问题的话，不妨来试试看吧。